欢迎你走了，下一块刻板碎片不就是在北上绿洲吗？我们这就过去。我们只知道北上绿洲在扬州附近，还不知道路呢。那就想办法找出路，总之我们得尽快。没，那不如去扬州打听北上绿洲的消息，听说羊肉不错吃。压胜之物。OK， 拿到羽西的那个行外商魄。好，这一关要驾驭机关兽，收集全部十字金或者是敌方全灭，然后只能上场三个人，一二三，三个。那敌人很强吗？敌人好像颇强哎。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好了，补血两个。没，这是怎么了？苍天庇佑，苍天庇佑，这偏僻的地头还有人有途径。几位几位，暂且留步，还请驻扎一臂之力，小老儿必将重谢。这年头乱世不休的，连嫁妆都难种。小老儿多处筹借了银子，想着运转批暗货，以供养宗室。惦记着一路灾祸，便雇了火烈十人同行。谁曾想这些青皮运至半途，便嚷嚷要涨价。我说不给，他便掀了我这车马。这山谷间尽是妖物，莫说是小老儿不通武技，便是会的也抵不过啊。没，地上上弄的这些十字金便是你的货。小老也和这东西晦气，可现在在市面上长途运输利润最大了，便是这东西啊，就烦请诸位了。没，其实不想理你的，但你这样子看起来确实可怜。好吧好吧，多谢诸位多谢诸位，我这一行运输了些墨举所造的机关兽，可便于采矿，诸位请用。好了好了，明白了，我们会清楚这些妖物，或是帮你把十字金都收起来。走这里。打不死。小蜘蛛。好，用小蜘蛛打他。好痛。还是挡攻击就好了。因为我有一只蜘蛛啊。你有看到我一只蜘蛛吗？小蜘蛛可以帮我收集吗？应该也可以吧。不行。好吧，他不能帮我收集，那他就没什么用了。那他不如把敌人全部打死比较快。那一块了，这机关兽加一起来还挺费劲的。你将机关兽去拿哦？这个真的一定要机关兽去拿，那不如我全部把敌人灭掉好了。这活倒是不难，但味道可真要命。赢，谈了。
若不是今日诸位相助，我这回去便是要跳进江河中了。下次小心些便好，他们要涨价便让他们涨，总会比这样好些吧。明白了，到底还是江湖人，说话就是暗含讥讽，出门在外小事便是大的，多谢。这但是那个还有什么事？这那些青皮虽是嫌我东西离去，可我由于他们会在前面阻塞我，小老儿还想厚着脸请诸位跟着走一趟。哼，得寸进尺。咱签的契子，那就按契子办事，提到家人脖子上涨价，甭说王法，这也不合你们猎食人的规矩吧？你说老子不守规矩，这一路上遇了棋子是要，说你们没嘀咕一句，可都给你烫了，这叫守规矩。说保你平安就保你平安，这是守规矩。嗯，兄弟折了，老子给他们料理后事。刀口舔血的话，赚的币次不是寄到家里，就是花在疗伤药上。你不给找补，老子哪场送他们上路？所以衣食父母兄弟这一路可是尽了孝心，这该补的也得补吧。你莫在这后卖惨，这世道儿谁又好哪里去？你见我一车货像是价值万把贯，可出时先得惊了虚贺。曾想还要受大大小小的蓝头的剥削，到了人席到手里了，人有十之一二就不错了。你有兄弟，长也有这一大家子，你闹给你找补，那我让谁给我找补啊？得，你们三伙嘴油得很，老子说不过，但老子这会的利益你也叫不服。这样，咱找个不干事的裁决一下，看看旁人怎么说。臣就纳的少侠过来评评你。哦，要选择了。这猎食人一行护送还搭上人命，像这商队老板要你补偿似乎没什么问题，但商队遭了层层剥削也剩了不少，也有家人要养，若给猎食人找补说不定还要亏上些。哦，还要选择哦。江湖两方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，控制上阵英灵进入蓝色区域，决定帮谁。好，因为之前呢、啊，像之前的那个 case 是说，不管帮哪一方啊，只要赢了之后，就是会取一个中间点给双方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应该选择比较好打的队伍，所以我们要走左边。对啊，按照契约的确是没道理要求补偿啊，所以走左边合理。哎，为什么是有这一招的？哎，为什么是有这一招的？那我说这钱你别要了，少侠明理人。那这就谈不拢了。就跑了一个，然后又增加一个，反正就主角一个人上场啊。可是我什么时候这一招的？我什么时候会这一招？我怎么知道？先扁你再说。哎，我可以控制他们啊，好酷！我可以控制嘿，趁虚而入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伺机而动。好弱哦！哇，他竟然会追击哦，这么强！
哇！我还晕眩，糟糕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哎，主角还不能补血，真糟糕！嗯，可以，没补到血。哇！GG了。啊！只闪避一次，糟糕！好，就看能不能赢了。觉得打不赢，先跑远一点。闪掉，闪掉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四人八十关是不成，但每人五关，我或是拿得出。你，我们这串路的这机会与人结怨，今儿咱们是互说不通，不是成仇大恨，该做的我也得做。不过我也就能到这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再不舅舅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靠 NPC 才能获胜，不行吗？我还是赢了。宝箱。好，十字印。然后你看第七幕有十节，十个章节，超多。好，继续主线吧。雨琦，这一片区域有没有玄冥教活动的踪迹？那教下之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阿良，你到底在怀疑什么？没怀疑什么。我知道你觉得詹女有些怪异，但蛇血宫一直主张正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行了，行了，我们不谈这事。哎，前面是什么人？我们过去看看。嗯，没想到我们寻到了美人鹅啊！小心祸从口出。哎呦，还挺有脾气，也喜欢。是他，这不是南州那回合的那个？无耻恶心，你姨爷也来了。太好了，我总算有人来帮我们了。哪来的狗崽子，敢在你爷爷前面撒野？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规矩。好，看一下，这边应该是没有 OK， 没有。李攸阵亡，李攸在哪里？所以李攸是大宋的人哦，大宋那边的人拿鞭子，看起来是大宋的人哦，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人，该不是公主吧？好，我们就这样上场吧。真恶心，我们得赶快追下那位姑娘，她被逼到悬崖边缘了，退无可退了。好，那就是杨云左先过去救她。
打不到，可恶。那就是用瞬杀神翼咯。好，上官远补刀。哎、欸、，nice， 哎、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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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云佐就站在这边，跟他打吧。好弱，竟然没打死。他招式好帅哦，不愧是暗属性的角色。哇，挂了。哦，你第一次看到三光眼变那么壮吗？是不是很不习惯啊？但我觉得以他身材壮是蛮合理的啊，因为。可是虽然我觉得他肩膀有点太宽了，因为他毕竟是拿枪的角色，我觉得撞是蛮合理的啦。还挺能打的、啊、小野猫爷真是越来越巧越喜欢抓心挠肺的喜欢，于是拿下他，小心别伤害那漂亮的小脸儿。好，所以还是要人帮他，杨云走过去救那个李优。不是好痛，是它很硬，讲错。什么？他们猛鬼破冲，竟然是长这副德性！你竟然会古伦德的猛鬼破冲？
帅。啊，忘记一件事，应该站两个攻击他的，白白被打。这下是安全的。诸位少侠，今日相助，没关系，美男儿。一，莫要胡闹。无妨，同样的话，小侠客来说，听来丝毫不让人气恼呢。诸位，我本名阿巴姆卢格阿里普，汉名黎优。诸位此方相助，理由该如何表达谢意？姑娘客气，只是想问姑娘往返此地时，可有见过凉州附近一处绿洲，长着三棵棕榈树。绿洲，我乃高山人士，对凉州一带并不熟悉，恐不能帮上诸位。不如暂行一道去凉州城，让你用白酒答谢诸位。这，我等尚有要事，不便与姑娘同行，告辞。哎，凉州有处福来酒楼，那处行商众多，老板也久居西都多年。兴许那处会有人知晓，你们不妨去问问。多谢姑娘。少侠若携带凉州，那他日再见，还望诸位赏面，那里又白酒答谢。那一言为定。此乃大丈夫所为。小英，怎么会只有你在这？白手哪去了？九英到兰州后就不会再见到白手将军，将军似乎是去了凉州城。凉州吗？九英，你在十字系中有找到叫北山绿洲的地方吗？九英在十字系内见到的只有混乱与无序，不曾见到过去之人，也就没法发现什么地点了。这样吗？难道有十人之力的人才能在混乱世界中追寻到想找的目标吗？九英，你也先去凉州，去那打听北上绿洲吧。九英遵命。幽先生啊，白手无端就去了凉州，莫不是这是你的命令？好。没，依依在灵脉光渊里查到灵气流向似乎有些诡异的偏转呢。偏转，这怎么可能？真的啦，而且依依还仔细观察了那灵脉光渊周围的地势，并没有异样，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依依在这附近还发现怪异的地方，那个似乎有地脉灵气。这样吗？没，要不要去看看啦？等我想想先。哦，支线剧情，灵脉异动。好，走吧。所以我们要击杀怪物，对不对 ？OK， 就有三只吗？不确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派行动力快一点的角色。所以我们派一些御风角。没有御风角，御风角就一位哦。啊，青罗。好，这样可以。这怎么这么多妖魔？法阵似乎和我们之前遇见的法阵是同一种的，此处的也是地脉灵友阵。对，不然要妖魔占据此法阵，得拦截他们，否则法阵会给他们极大的助力。好，那就要赶快干掉他们了。
站这里。哎，你呢？简单。哎，左边还有、哦。刚没注意，左边还有。反正不能让他们过去了。先打你，还打不死，那就先休息一下好了。哇，很贼耶，走左边。哎，好，站这里，青罗站这。哦，好痛。这样还打不死啊。OK， 痛痛痛！真古怪，谁会布置这种抽取地脉灵力的法阵？地脉与迦夏之窟，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关联？青罗也可以保护公主大人了。尉迟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古怪，和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不一样哎。依依，别说话，这洞窟里是会有动静。哇，听这个动静，该是庞然大物。没，这是鬼魄狮王。不好，他发现我们了。依依，怎么着？怎么知道这一只是鬼魄狮王呢？快先去夏侯乙，可是我没有夏侯乙啊，我有夏侯乙的哥哥，可以吗？我有杨环，用杨环放飞天镜吧，有没有？我们合一应该可以解决掉这只怪物。你确定吗？依依，缝合而成的生命没有性别，只有冥皇赐予的屏障护甲。护甲是他跨越性别后的坚强体现，你无法真正给他伤害。护甲每三回合恢复一次，这像他期待却不曾有过的呼吸。护甲存在时，他拥有特殊的护甲效果。打破护甲后，他会进入晕眩状态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他会挑选一个目标释放幻雷，然而他带来的不是生，而是死。幻雷在造成大面积伤害的同时，也在作用范围内留下电场效果。鬼魄狮王期待传递的效果能带来奇迹，为此他的尝试间不曾间断。他的部分攻击让目标带雷电，触发电流效果。遗憾的是，在电流状态之下，角色的属性降低，承受了鬼魄狮王更高的伤害。哦，这么难打啊！
好，我想先去拿。哦，十字巾。哦，刚好补血 ，nice。可以一击必杀吗？试试看。可以。哦，这么痒啊！换嘞，而且指定啊，哦，他指定的 ，OK， 那就是把啊玉石梁放远一点，啊，会被打是不是？哎，啊，被打就被打吧，等等，哦，对，还有护甲石哈，哈哈，这么硬哦。痛！先补得到吗？先补好了。到底破了没啊 ？OK， 有破了，有破了。晕眩吧，晕眩了，他不会放了。哎，聪明，只要到释放换来之前把他护甲石打掉，他就晕眩，晕眩一回合他就不会攻击我了。各位啊，这就是战略啊，看到了没有？用三光源轰他就对了。哦，猛啊！三光源猛，顺差神移再一次。哎，会不会追击呢？没有。哎，有有有，轻松啊，轻松啊。这是何物？这是兽魂使的魂力，里面藏有魂的脉络走向，配上一些特殊材料，就可以在紫禁网点内炼出兽魂石。听起来有点恶心。结果他也是没有讲，他怎么知道他是鬼或死亡？诸位交于我便是。果然传闻不假，看见这种不完善的造物，距离十方鬼宗的冥皇的丹音也就不远了。你也不过如此啊！你是哥现在好不容易炼化了幻境的力量，才从家下之窟里出来的吧？哼，今日不必提我，倒不如聊聊你，冥皇。你说万物出生后，为何这世间便不再有新的生灵？新的生灵？你发现了什么？可是发现了创命的。嗯，不对不对，如何的人口已是？那不是真正的生命，逃不过宿命轮回。怎么叫做真正的生命呢？
哦，你这说法倒正合我意，有趣有趣，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和我一样的人呢、啊。你猜诸天星耀之地的倒影，会不会就是地脉？你说，星轮从星耀中招出往昔的人，故去的魂，但为什么招出的却皆是我们的那些敌人？你这么个说法，莫不是知道了些什么事情？有些猜测，我们其实都是祭体呢。那所谓天道国运，都建立在我们早已腐朽的躯壳之上呢。你知道，哪个会有地脉的消息，不是吗？你这人好生奸猾，拿这来套我的消息。愿者上钩。这样告诉你也无妨。人呐、啊，也有觉得地脉就是龙脉。你说拿了这种消息最多啊？明白了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你这般需要实验的地方，我便赠你一处。比起这，我倒对你本人更感兴趣些。你而今究竟是成了什么东西？别找死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也不会死啊！哈哈哈哈！若总有些事情想不明白，想要找答案，那我们这般不生不死也没什么不好的，不是吗，堡主？方才那个什么鬼破石王究竟怎么来的？依依听说是一个叫明皇的人搞出来的，然后传到这种怪物的地方，被传说是叫创命之间。什么明皇？世间怎么还留这些创命？创造这些被缝了起来的玩意儿叫创命？没，众生平等啊。我也听说过这些传闻，遁天地二脉的流淌痕迹，就能发现这些地方。是啊，就像这样就能找到啦。OK， 这边主要是开新功能用的。OK， 来，好，终于开了。这些地方刚才都对上了那些东西，是吧？听完小心被这种创造出来的生命啊，岩生火，寒生冰，又暗生暗，鬼破狮王又有自己的属相。因为明皇要创命，所以传闻创命之间内有奇奇怪怪的材料，能在紫金碗底中炼化啊。哎，这个又是什么？为什么还有天然形成的花纹？这似乎是魂之脉络。是啊，因为魂被聚于一处，天长日久，力量痕迹就被烙印于木石。那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能复灵，提升诸能。这是如何做到的？用的是魂的力量吗？这一也不清楚。传说创命之间建造的地方与地脉相通，岩生火，寒生冰，幽暗生暗，所以能带来一些特殊的效果。其实这是应该是地脉一种共鸣吧。那岂不是说创命之间的位置也和地脉有关？应该吧，不过这些都是一一听说的啦，家乡的长辈是这么说的呢。又和地脉有关系啊，这是古怪。完成挑战即可获得对应的奖励，每日前两次挑战可获得额外奖励，额外奖励次数将在次日的零点刷新。消灭被明皇创造出来的骚动的怪物，掉落魂石魂关魂力。 OK， 主要的魂石就是打创命之间啊。OK， 好，也就是说每一个怪物位阶都是鬼破狮王。OK， 好哦，好哦，那我们先开一个宝箱。OK， 第七幕蛮多重要剧情的。好，所以依我们猜测，幽先生应该就是黄埔堡主黄埔生没错啦。蛮明显的啦，其实在一开始见到幽先生，大家都是猜黄埔生啦，这个没有，这个肯定的嘛，肯定是黄埔生的。嗯，哪来的魂之息？这冰刃怎么都蠢蠢欲动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炼魂。
新功能。诶，魂石，这怎么回事？莫不是为了让什么人与魂石产生呼应的材料？炼魂，提升魂石位阶，解锁魂石属性。哦，哇哩嘞，魂石还可以升阶哦。原来这样就可以提升魂石的位阶，增强魂石的属性啊。哦，看懂了。哦，这是用这个哦。そう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哇，又是一个坑啊。那魂石大家要升阶，真的要看好了。所以像这种彩色的啊，应该是比较值得升阶的。像这种彩色的，一般的黄色跟蓝色应该是很烂的魂石，所以就不用升阶了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难道依依在窗北看见的确实就是明皇？小不点，你一个人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玉子哥，你别突然在依依背后出声啊，太危险了。啊？危险什么？没。他不小心以为有人偷袭，给你一下子，那可就不好啦。别岔开话题，小不点，你瞧见那鬼魄死亡之后就心事重重的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们就不担心明皇这个人又出现了吗？他神出鬼没，立场不明，总想创命制造人偶，总怀疑那个九阴是不是就这人造出来的。我这还是头一回听见这个人的名字，哪知道担心什么？照于西说法，似乎也就是拼凑尸体的怪人。没这么说，其实也没问题。但按说他已经死了又死的，但不断借尸还之术复活，总之出现是没好事。他通常会出现在自己感兴趣的人的面前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反正就是依依觉得明皇对你很感兴趣的。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事。这应该是一般战斗而已。占据这法阵，也应该就能增强尸鬼的力量吧？没，这是什么法阵？竟然还真能增强尸鬼的力量？先清理根据这里，再查上这法阵。好，我们这边都……哦，鬼影部自身气血50%以下时，千万不要贸然攻击刀灵鬼，否则他们会闪避对方一切攻击哦。OK， 好了，这战斗就剪影片的时候把它跳过吧。好，看打完会拿到什么东西。OK， 就是一些材料而已。这法阵像是才被激活的。没，这法阵肯定是上古之物，居然还有人知道这法阵的原理。那岂不是怎么活了很长很长的人，又或者是激魂转世之人？这种法阵还有什么鬼魄尸王？莫不是明皇？但明皇除了聪明，应该不会还有其他爱好吧？于姐姐、玉子哥，你还记得在三年法阵那回，那凝聚起来的煞吗？当然记得，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就是突然想到而已嘛。嘿，他只是怎么了？为何好端端提起大瀑布的法阵呢？小不点，你记得之前那些法阵的事情吗？当然记得啊。你提到三年的法阵，是觉得有什么古怪的地方？这个，依依觉得那法阵不是玉姐姐说的，是500年前来的东西，和我们这几次看见的法阵，该是个同源。同源？那岂不是说，其实也在抽地脉的灵气？应该是这样没错，但依依也不能打包票，确实无误。玉子哥，你想到什么吗？就是法阵的问题啊。要是石化异化法阵，地脉灵气又被法阵抽上来，而石之源又需要地脉灵气，
尉迟哥是觉得这像什么阴谋，如何当年布置下的暗棋吗？说不上来，总是觉得不大对劲。我们目前发现的法阵几乎是围在驾下之窟外的，就合适用来镇压驾下之窟似的。哦哦，镇守驾下之窟用的那些法阵，该不会是食人宫的人布下的，对不对？有点像哈、哦，因为在幽城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，应该是食人宫去布置的吧，后来被破坏，是这样吗？麒麟山冰窟 ，OK， 又是法阵，走。没，这阵法看起来好熟悉。一想想，这似乎是引流法阵啊。这个还没有出现煞，但这有石怪。你们看，他们正不动往这法阵移动。要是这石怪站立在法阵之上，会不会被异化凝聚成煞？没，那可以赶快阻止石怪到法阵啊。不好，这石怪已经接近法阵了。好，我方全面或是任意石怪抵达法阵。OK， 敌方全面，这边有宝物吗？看起来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宝物。OK， 那就放心打了。光属性哦，那放一个哦，这样好了，啊，放虞姬好了。虞姬像16等，好像有点烂的。啊，风铃声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好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巧的感觉啊！没，话要说清楚啊，尉迟哥，你是想到什么了吗？我总觉得似乎发现什么事情。我记得遇见鬼魄尸王之后，我们路过一个法阵，在之前我们遇见煞的那个冰窟，这几个位置似乎是将驾下之窟围绕在其间的。没，但要将地脉的灵气引流出来是为了什么啊？这个，哎，暂时我也不知道。真古怪，宅女为什么会？似乎早知道些什么。宅女吗？这个女人真的有点诡异啊。勿要轻敌，快撤。阿良，真的要在城内打听消息吗？我总觉得这样有些不妥。我知道打听消息难免引人注意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只知道北山绿洲在凉州附近，但又找不到路。就是就是，来都来了，你们看，这是来福客栈吧？先进去问问，还能吃一顿呢。你这是顺着魏尔来找地方的吧？这么快就找到了？虞姬，我们进去吧。虞姬，这来福客栈怎么这么冷清？不像那行商个姑娘说的那般呢？小心些，别是加黑店。这店黑不黑我是不知道，要是黑店，那老子之前就当然是为民除害咯。你们可是真会找地方，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行啊。你们这些两种也都会讨口便宜而已。哼，居然用暗器。咦，咦，你怎么样？小子，我今天若是缠着不幸
宁可愿意听我说一句。闭嘴！这是明末血，此毒剧烈，毒发迅猛，需得快解。啊！解药拿来！解药，先保住你们自己的命吧。这毒，我还要帮他补血是不是？我天哪！哎，还不能补血？你那回裤子不可驱散，哇，永久永久！哇，那是不是真的要放铁位啊？好吧。像阴威胁，阴威胁只要被打到一下就死掉了。糟糕！我觉得要死了，完蛋了，那只能站这里了。太好了，林公子，你可有事？啊，现在才来。哎，为什么大夏的人会帮林公子啊？好，那就交给小兵去保护他了。那我们可以行动了。啊！忘记，我忘记了，忘记还有一个人没打死。没关系，可是有护卫了，没关系。对，好，真的不能看肉眼。
好烦。一直补血是怎样？看一下哦，白手的攻击可以几个？他没有血，看不出来。没有血，没有特别血，好吧。打得死吗？算了，不要冒险。还真的没打死。好痛好痛好痛。哦，被禁治疗了。等等等等，还有一件事情。零五血的中毒会不会一直扣血扣到死掉啊？不会，每次8%，所以不会，应该是不会啦。因为现在那个主角已经禁掉了，所以没办法帮他补到血了，所以他最好先离远一点。哇，还没打死哦。真低强，啊！结果被小兵收掉。OK， 好哦。天玄门一目前，你还真是有些好朋友啊。哼，林公子可中了明末血毒，无妨，只要你拿到，林公子无碍便好。我家主人特前往来接公子，还劳烦公子随我走一趟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末将白手办事不力，我找到天玄门的鹦鹉仙，请主上责罚。责罚？哼，我尽格吩咐过你，暂时别和尉迟良一起打交道。免得让圣女发现他们东西，先我一步拿到刻盘。那现在可那不那么听我的话了，不是吗？末将，末将当真没料到会撞见尉迟良一行。我也料到，这回的事情就这么巧了。主上，却是巧合。末将听闻他们在打听北上绿洲，想必刻盘就在那里。北山绿洲吗？居然是北山绿洲啊！当年，有趣，这事情越发有趣了。杜尚，那个刻盘，末将是不是去给你带回来？只是圣女那头，圣女会不会知道刻盘所在的位置？
他当然会找你去办事。你去就是了，至于如何做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至于天玄门、中原武林几还没有大动静，那天玄门少主想来暂时也派不上大用，先放他一回，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。白首，西夏宫内应常有地脉图，你且游历着。这些时日西夏皇帝会离宫，等他出来，就还得有事情去绊住他。末将明白，末将这就去办。玉溪，你有没有觉得鹦鹉血出现的时机太巧了？本来以为是我多心，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一早就藏伏在附近。这人到底打什么主意？总不能像奔着陆昭仪这丫头来的吧？一马平川，应该不能吧？你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哎呀呀，雨欣，有话好说好说，别拧耳朵啊，别拧我的耳朵啊，喂！哦，又是支线。哦，不是支线剧情哦。今天你的兵马来还真是实话，否则少爷我怕是不得再和你这老家伙痛饮几坛了。哈哈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这几位可就是你常提起的故友。这位是佘书明，佘德，老家伙可有好酒？有没有想要，便向他讨要。哎，你一人惦记我的酒还不够，还招朋一半来偷？你这老家伙，这么宝贝你这人的酒，这回还喊我来喝酒？有事你就说呗，做不做得看少爷心情啦、啊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日前听我人家做些什么玄冥教，这不是正好？我眼下又他们闹出的事解决不了，正好就喊你来了。这城外沙漠有个北商绿洲，最近来的火流寇和玄冥教有勾结，这不是想着小有你的吗？这么巧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反正都得去北上豫州。没贼窝光天化日懒懒乾坤的，一晚上没光。你几个怎么灰头土脸呢？头二点子扎手啊。哦，诉说。几个后生看着生了手段却狠辣的不行，兄弟都折了，只剩下我们三。晦气，别垂头丧气，下次碰见可能他们给兄弟报仇便是。陶论说的是，忙着下次啦，于爷爷我送上门来啦。就是这几个小畜生，敢欺负到爷爷头上了，作死！好，这边哦，只有哦五个人，有宝物吗？看一下，这地图也太大了吧？看起来没宝物。OK， 好，没宝物就是放心的。好，这边换青果好了，青果一打二可以吗？应该没问题吧。两只补血角，我看看哦，这样子好了。哎，风铃声，我换风铃声好了。这边战斗的话，就先快转好了。小畜生，居然如此狠辣！头领快走，他们在等我等报仇。好，没。此乃大丈夫所为。好，这边就这样子。
我只是好奇，故有此疑问。穆公子不便到来，被当我未问过这话才好。哎，你这么说倒见外了。其实吧，我这人交朋友啊，向来是不论出身。蛇老兄非我送人不假，但也不是金贼。蛇老兄他虽然是书名，但其实是闲语演鹤般的人物，送得下朝廷中人。书名亦为副首领，既然这样，哎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越是这样的名号，才愿给无心朝野、寄情山水的人呢。英，你为什么往西夏镇来？这不是追查云真兄，一路就查到这，但未想居然又遇见你。哦，那英，你追查到什么了吗？只是略得些消息。倒是小子，你们在找那东西还没找全？没有。小子，何日我带你上去天玄门看看？天玄门望见峰上的月色很美。不去。为什么，小子？你怎么了？打扰打扰，这有古人语：“明镜半边栽一古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”英公子，若有缘，这小不点自然会与你同上望剑峰。那这么问，倒是你往日风度啊。哼，玉慈兄说个有理。哎，我这只是顺口一说罢了。不过说到赏月，那今晚上不如我们哥俩一同饮酒赏月。大漠月色，或不如山巅。却也想必有别有一番风味，你觉得呢？哈哈哈，甚好，那我便饮酒守夜，只是明早怕需有人叫起床喽。哎，你们，咦，莫管他们俩，我们歇息，明早还去赶路。行啦，赶路啦，喝酒不带衣，什么人？嘘，我们先躲起来。先看看什么情况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你们怎么才来啊？你们怎么还在这？白手大人和九渊大人被那位新安排的事绊住了，要我们速去北山绿。玄冥教的蠢贼们，想你殷大爷没有？殷无邪，哎呦，任四爷啊，这么急急忙忙出来，这是想我了？想你死？你们欺负公主大人、啊、你们有没有听见？听见了，小昭，你这神情，你想到什么？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真是的。尉迟哥是觉得那马贼在等人，还是他们根本就玄冥教教徒假扮的？我倒觉得这不重要，倒有点叫我觉得有些奇怪。尉迟兄，莫非在意的，莫非是当时那几个人口中提到的白首和九渊被事绊住？不错，那找到那件东西对玄冥教而言至关重要。那有什么事情能绊住白首和九渊的手脚？那他们的首要目标根本就不是寻，还是说这是调虎离山之计？没，又或者玄冥教上头的人其实就只有两个，这两个说不得还互相使绊子，底下做事的人就难弄。狼群祸害，阿良，快醒醒！外面似乎有声音，这是狼嚎的声音。糟了，荒漠之狼从不会单独行动，只怕我们怕被狼群包围了。这该怎么办？先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得想方子逃出去。你们快看，中间那只狼好像格外的不一样。狼群在外捕猎时通常会有狼王通力，这只恐怕是头狼了。之前这石人工程听说外云游弟子说过，头狼能通过嚎叫召唤其他同伴。现在先进网，我们先让头狼击败，其他狼批自然会溃不成军。
群居动物如果身边有同伴，会战力大增，同伴的死亡力和狂暴攻击伤害提升。敌方全灭或我方全灭 ，OK， 解决。总算是把这些难群解决了，一要继续睡喽。一，这里到处是狼的尸体，恐怕还会招来其他野兽。阿良说的没错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去找安全地方再做打算。都打起精神来，他们随时会到。科盘这事落在马贼窝里，难怪之前瞧见全民教和他们接头来着，看样子今天是不得善喽。毛头小子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和他们废话什么？敢闯进来就杀无赦！哦，这边剧情这么快啊！玉师兄，便如昨夜约定，这些东西就由我拿给你们。这怎么看着像是有异变？定是这帮贼人同伙方才想的混乱科盘，但因我天地之灵力旁生，被科盘影响炼化成煞。不是吧，玉师兄，我答应替你拿这东西，你可得？肯定帮你周全，换来科盘去，别等玄冥教的人冒出来，到时候更麻烦。 OK， 所以我们要保护他，而且还要往前冲。好，拿到宝物了，死之印。结束了，果然鹦鹉血触碰科盘之后并无异样表现，像是不会听见那些奇怪的声音。为何我拿的就这是我的？幸亏科盘是我的，你怎么敢胆让其他人触碰？把科盘交出来。追来了，我们快走。瑶光引天符，因果线，总有一天。白蛇，我们没拿到科盘怎么办？无妨，我们这次去圣女禀报就好，只要告诉她，她要找天玄门鹦鹉血一位怎样三人，正巧在一处。圣女有说过要找鹦鹉血，此人究竟有何特别？哎呀呀，这你就不用管，反正我有法子交代，那位关注的人和事，圣女都会留心，自然不会怪罪我们这回未拿到科盘。那位将军是说祖上，但祖上所留心之事，却也于圣女所求，以科盘降下幽神无障啊。九英啊，问题呢不是非此即彼，你呀、还是别管这些啦。诸位交予我便是。原来是尉迟要拿到科盘我才能感知到啊，哈哈哈哈，不妨看看这个人到底还能为我做些什么。我说那个尉迟亮，别是你挂在嘴边的天意，天道派来帮我的吧？你找您的视线，莫非是出了错？
你只知道事先的前半截，却不知道后半段。我恐怕你得到视线原本就不完整，上天根本没给过你答案。但事前多有防患未来的人，他身边自有见错人随行，这代无动尊者已有准备。啊，除实术与经脉做实之寄存，失心法的人注定活不长久。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一人之死，可救天下苍生，那此人也应该死而无憾。你可真是让人恶心。没，这串刀到底能干嘛用啊？难不成能磕大宋皇帝手里的那东西？依依，你又胡思乱想什么呢？这是给极真壮意用的，能提升极真的属性，特殊的纹理应和天地大道，能将世间的利益附着在这些纹理之上。阿良，你来试试看吧。转印哦，新界面。这集可能会一个小时哦。就这么拿钻刀直接磕，这种办法是谁想出来的？太愚蠢了吧！得亏我是手稳的，要是来个手抖的，这个可怎么办？两件或四件好像能产生共鸣，与其往后我们都留意找更多的钻刀吧。嗯，据我所知，传说紫金王鼎可以炼化出钻印的，只是我们尚且不知道究竟要何种材料、何种方式才能炼化成功的。别跑别跑，你别过来，我警告你，你再往老子的头，老子就好吧。既然这么不喜欢，我就走了。不过这紫霜灵芝我也拿回去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光说灵犬呢，是野灵兽，万兽之兽，怎么会连一个小姑娘期望都随便辜负呢？来吧，罗吧。没，真乖。哎，谁能想到人到中年居然沦落到靠出卖色相过火的地步，不过这灵云芝真香，呵呵。仙鬼刻板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，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？嗯，据说会引来妖魔，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迷惑坠入魔道也不一定。所以这刻盘都给我保管了，还能这样？那要是我坠入魔道怎么办？你皮糙肉厚的，凭着剑没心没肺，对了魔道可轮不到你。再说什么可能被引来的妖魔鬼怪，不是有我吗？怕什么？怎么让你来保护我？真是的。哎，算了，还是不问为什么非得我保管科盘的，真问估计问不出答案。小刀，你又要走了吧？云真与玄冥教宗的事情我尚且未弄明白，他最后一次与我喝酒，说死后想站在天上上，自此我便再未这样见过他过。我需得去寻他。去吧。哈哈，别忘了，你说过万剑峰的月色很美。鹦鹉血迹已移开，玉池良将新的科盘安置于水镜上，下一处的科盘又会在何处？是九泉，可能我们要去宿州了。没，我知道，就那货什么倒酒的地方。玉子兄，此番我可照约定行事，将东西拿到交给你的，还望你往后别以为我别有用心呢。确实是我误会英雄，还望见谅。哼，我看于姑娘还有话跟你说，我便同小刀寻路去，不劳扰你们了。阿良。哎，于西，你先听我说啊，我只是想试探一二。你看，科盘不是也拿到了吗？阿良，科盘这般重要，你怎么叫轻易叫他人去拿？若是他当真居心叵测，那该如何？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往后不会了。我只是想着，英雄毕竟是天玄门高徒，我们出门在外能多交一个朋友，总比树敌敌人来得强吧。话虽如此，但你这次实在是……得令，知道了。反正日后你弄个安排，须得与我商量，再不可这般行事。于西，
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若不是鹦鹉血碰了科盘并无异样，我怕是并不知道那古怪的声音并非科盘发出。雨姐姐，你去过泰山望剑峰吗？没有呢，依依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突然想到剑学们当年就在那吧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这我还当真不知道。我以往离开石轮宫也是鲜少去中原，宋基都不怎么深入，就别说金人地界了。哦，这样啊，依依怎么了？依依只是觉得剑学们选那地方肯定有什么原因吧，况且总觉得什么啊，没什么啦，就觉得这些门派都喜欢什么山啊，有一些好笑猴儿似的。 OK， 好，如果第七章到这边结束的话，那就是这集就到这边啦，那下一集我们再继续等下次吧。